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慢拿着。他怎么了？他是精神有问题。啊？精神有问题。你谁有问题？你在拍啊？怕什么？怎么不可以拍吗？现在出事情，我们再拍一下不可以吗？他是这怎么回事？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怎么了？他精神有病。你好，你好，怎么了？叫救护车了吗？要不要报警叫救护车？叫救护车了。需要帮忙报警吗？在北京路步行街上躺一个人，难道没人管吗？对不对？开，该报警的报警，该叫那个救护车。是怎么回事？哎，喂，你好，怎么回事你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怎么了？听到我说话吗？喂，哎，120。先报警后打120，谁来报？先报他。我手机刚好，这个。那。你咋知道报警？有没？好。到了，感觉有酒味。